融入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云南旅游将以高端化、国际化、特色化、信息化为目标，着力打造休闲度假、康体养生、文化体验、生态旅游、商务会展、乡村旅游、研学旅行、老年旅游、自助自驾游等旅游产品。伴随着面向东南亚南亚航空网、七出省五出境高速公路网、八出省五出境铁路骨架网、两出省三出境水运通道和其他互联互通基础设施的建设，云南将成为辐射东南亚、东北亚、中亚五小时经济圈的交通枢纽，将推动实现旅游景观全域优化、旅游服务全域配套、旅游产业全域联动、旅游成果全民共享，建成国内一流、国际著名的旅游目的地和区域性国际旅游集散地及亚洲旅游辐射中心，以最美的姿态邀世界共舞。